打谁啊？打永恩，永恩带的致命节奏，现在又有致命节奏了，致命节奏还带了多兰顿、骸骨渡城是吧？看我不过去，我不吃刀，又不吃刀，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。等会儿我要吃三个兵，我这一下，这一下吃三个兵很舒服，有一下，他敢过来吗？过来我就 A 你。肯定要压我的，不让我持刀的，那就 A 他一下，那就 A 他一下，再 Q 他一下，整个拉开整个。你真的皮，你给我等着。四级的我要给他打满，打满，在他后面。他有盾，我晕他一下，那你要过来再晕你，再摸他一下，再摸他一下。再开 E， 再摸一下 ，WQ 一下，再摸一下，你还敢回头跟我打？引燃都不需要，一斧刀，直接打一套。眩晕走了，三二，哎，他不交 E 了，来追我，够急了，够急了，我也要溜，再等他，开 E， 又开一下，我也溜了，等一会儿再开，眩晕。再开大招，再见。他为什么不交闪呀？他不会还想来压我吧？啊，打一个 WQ 摸一下紫色后面，在这里。三二一，扭一下。扭。哎，算了算了，赶紧顶进去。没什么可以把你击碎。啊？不是，你为什么要闪呀？我都挂引燃了，你为什么要闪？打着打着就走到我牛头领域去了。还没想到这里都是我的牛头领域，还是不服气啊，被牛头打崩了，说实话脸面上过不去，是不是被一个牛头杀了几次之后老是不服气，老想上来打。等会儿把这个捞过来， OK， 零杠六了呀，再一套，再一套，100块呀，只值100块。我去中路看看亚索吧，亚索好像把我们家的中路打得有点惨。居然想活着，我操！他想活着，他想活着。快过来，我就留着，特意留着，他真过来了。你等会儿吃个果子，你先跑一会儿，让你先跑一会儿，我吃两个果子再过来。哦，你好。哎，还有红 buff 吃，快，吃个红 buff。差一点，快走，这个我都不吃了，这不是开眼。哎呦，我卡了一下，哎呦，电脑都给我整卡了。可以，这一套，摸一下。让他打的血有点多了，再见，走了。他还不服气，快走！没错，我跑得快，追不上，就老快。等会儿先把这波线吃了。
过线次的让他跑一跑，让他跑一跑。等一会儿让他跑一跑，让他跑一跑。一个 WQ， 他出魔抗了，果然出魔抗，开运，打的什么暴力？这个算了，黑了吧，黑了。什么大招都炸别人头上了，我操，炸别人脸上，拆了吧，拆了吧。大家没有点关注的点一下关注，没有点赞的点一下赞，这里给大家磕三个响头了，给他抖两下，哼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私藏管制刀具，私藏管制刀具嘛，直接判死刑嘛，我懂。Q A 顶 nice 这一套换血血钻，呼叫呼波勒。不慌不慌，我不慌，呼波勒快快快！啊、漂亮 ，nice， 逮捕他，逮捕他。来了，哎，波波乐来啦！我再晕，我再晕，敲他，敲他，弄他，弄他，追得上吗？追不上了，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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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哎，我可以这样，我挨一套打，我然后对吧？我假装挨一套打，不慌，我假装挨一套打。假装 A 套打，越了，来来来，越了，波波乐，快，你顶啊，你顶，你顶。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，死死死了，完完，正面杀他，我靠，我顶。我没 Q， 你有 Q 吗？没有没有，但是可以打。砸，晕，走，啊，漂亮。等一会儿下波你六级，哎，这个算了吧，这个走了吧。干他干他，干他干他，就你龙，就你属龙的是吧？不会让他推的呀，你看他啊，这也能行的吗？他有个三段 ，OK， 可以往前压了，砸 A， 再 A 再顶走了。三二一回头走了，然后我追你了，又该我追你了，哥们儿，又该我追你了，我要打他一个闪现，怎么办呢？怎么跑啊？怎么跑啊？哎，往哪跑，哥们儿？嘿，他怎么往我塔下跑啊？哎，他传送了，开开，嗯，呼叫波波勒，啊，波波勒去中路了。那就打他一发，眩晕走，他都不还手了吗？他走了，来 Q 过来 ，Q 过来就行。眩晕啊，不会吧，又死了，坏了。交闪啊！哇，他要气死啊，要气昏这个剑魔，我靠，今天晚上别睡觉了，哪里睡得着觉啊，呼叫福伯乐了，我自己都能逮捕他，对，逮捕啊，不是，他凭什么敢这里看我呀，又死了，又死了，跑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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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他被我逮了，他打龙变晕又顶啥眩晕顶，他只要被我踩到他就跑不了，我的 CD 太快了。哎，对票，哎，对，漂亮，哎，顶过去跑不了，眩晕在 A 在推，哎，我哎，我被小兵卡位了，打够了吗？打够了就回家吧。
我被小兵卡位了。他不是，他出星矢了，他强行挪了一个星矢出来。不是一套一套直接差点没给他打死了。这怎么守啊？怎么我们俩在干啥？回家呗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冲锋！哦，掉闪了，不杀了。我问题是我进不去，你问你跟个战神一样，我再来个二连，再眩晕一下，交给你了。我这里再来个二连，交给你了。你说我。你的五杀没了，结束了。大家没有点关注的点一下关注，没有点赞的点一下赞。这里给大家磕三个响头了。